我细细个就想成为一个跑手，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跑场上为国争光。但是很不幸，在一次意外当中受到重伤，想跑都跑不动。当时我真的很想放弃，但是在我见到身边的人为梦想而努力的时候，感动了我。最后我的梦想终于都实现，我跑赢了人，更加跑赢了自己。